前两天在藏汤楼看到一个推文，说那个唐伯乔和美猴王可以算是最恶心的两个人。对美猴王这种太闹腾的，我平常不怎么关注的，也是好奇吧，打开了他的置顶推看了一下，26号。差点吓我一跟头。据说蝴蝶试点请了一个特邀的嘉宾，来向世人诉说同名被这个中共活摘被杀害的真相。人可以 lot，甚至呢。骂骂那些他自认为的这种什么傻逼呀、白痴啊，他妈的！作为女性嘛，发发牢骚，每个月来这么2次，我觉得也很正常，没什么。好了，乖乖来啊，乖乖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毕竟异国他乡照顾一个高龄的男友，是吧？心里可能憋着一股气，这东西也没办法，体谅呗。时不常的看他口称本王，我操，只能一笑而过。我家里养了一只猕猴呢，猴子这东西实际上你就是训练的再好。最多也就是一6、7岁的孩童的智力。以前我们听说过六小龄童，是吧？六龄童，算得上是名角了。嘿，好了，别跳下去，好不好？你想吃东西慢慢吃，别急。好。猴子呢，很好养，不麻烦。但是它很调皮，想把它养好也不容易。这东西它喜欢从人嘴里偷东西啊，或者夺东西、抢食儿呗。夜里要是饿了呢，它还会在你身上挠2下，伸腿。好了，乖。大约半年前吧，推上来了这么一位，确实有点聒噪，这一点呢，很符合碗口的脾性，修锅、砸锅、顶锅、请锅，一套杂耍下来，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好了，乖。距离太远，咱也没见过真人，不明真伪。这次冒个活摘出来，确实很吸引眼球。要说记忆没错的话，第一个揭露这个活摘的是法轮功。前段时间那个郭先生爆料，也露了这么一嘴。最近听说那个韩国的一个电视台也在跟进，是吧？来，好，乖。实打实的要说活摘呢，上一回真正能拿出证据来的应该是731市警部队吧。731违背了国际国联的吧，算是怎么说呢？国际公法。最后查出证据来的大概有3000多人被他们杀害了，用活人来进行细菌传染效应或者说这个细菌武器的这种效能试验吧。中国人、苏联人、蒙古人、英美战俘据说有一些，朝鲜人也比较多。
加在一起就3000个左右，这能吃吗？这能吃吗？日本战败以后呢，这些指控被得以证实，算得上是有图有真相的。前期的种种猜测，因为没有证据嘛，没有办法证实。蝴蝶事件这次抛出这么一个大新闻来，刚开始有点没想过来，联想到教主和这个小号啊、蝴蝶帮啊、水军啊统一更换了彭明的这个头像，现在时间一晃已经过了12点，按中国的习惯来说吧，也算是彭先生去世1周年的这个忌日已经到了。你这样联想一下呢，基本上也就搞清楚他们想要什么。好，乖。众所周知，彭先生和王炳章博士一样，都是主张暴力革命的，针对这个专制的体制呢，勇于的奉献自己，哪怕杀头也不回头。能做到的人不多，这二位呢确实已经身体力行了。王博士还在囚中，彭先生已经牺牲。对于先走一步的烈士，敬重、祭奠，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。哪个民族也不缺勇者，智勇双全的，偶有失足栽进陷阱，令人扼腕叹息的也不在少数。既激励了后来者，也警醒世人。不过如同猴子这样大言炎炎的倒是不多，事实已经这么残酷了，何必再去哗众取宠的鞭策情节呢？画蛇添足呢？器官移植本来就是一个高精尖的项目，我最多也就花了20分钟时间大致了解了一下，觉得这个东西啊，这样心满油腔的说确实有点不靠谱。好了，不搞它好不好？乖。嘿，好，大家稍许关注一下彭先生的情况呢，基本上就能得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生卒年月的一个信息。�彭先生比我大一点，56年，生于11月30号，没于2016年的11月29号，整整60周岁。器官移植的供体通常都是青壮年，活着或者刚刚死去的病人。你想干啥？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是那个谁，哎，这边可以咬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没事，别吓唬我，别一会儿吃了拉肚子，我告诉你，那头是香蕉，那头是铅笔擦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相对来说，这东西要比较健康，而且还经过调查，要彻底的了解供体的这个过往病史啊、社交记录啊。手术前呢，还要进行那个全身，包括那个供体具体器官的一些健康情况，包括血液筛查，防止有什么传染病。现在已经知道的是，通过供体传染的这个疾病，这个比率呢大概是1/1000，很小。但是花得起钱买器官的自然比较惜命，是吧？在这种精益求精的医科的高端项目来说，这些人是不会省这几个钱的。放个青壮年不去是想用，选择一个60岁的已经被囚禁了12年的囚犯，健康情况根本就无法确保的60岁的老人作为供体还活灾，
在这里啊，跟大猩猩有的一拼了。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有关彭明先生的消息呢，多半是来源于他的亲属的。2016年12月12号，大剧院发了一个信息，说彭明先生的家属紧急发表声明表示，彭明先生遗体中的一些器官、大脑和心脏，甚至腹部的肌肉，都被当局割掉了，并且威胁家属签字，遭到拒绝。另一则消息呢，稍微迟一点，是2017年1月20号，来自于彭明的父母发自瑞典的一个声明。这个声明很详细的述说了7:02晕倒在地，9:00才送到医院抢救。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两则消息都来自于彭先生的至亲，应该偏差不大。从发病到救治被阻隔了2个多小时，有这样对待器官捐赠供体的吗？上个月这个推特上满屏都是哪个机场的一个绿色通道，某某某机场响应小强把这个医疗产业做成支柱产业的号召，赶时间送货是吧，零售心肝肺，开辟了一个加急的 VIP 通道，呀，被无数人转发，我也转发过。这事儿和彭先生器官被活着的时间节点严重的不匹配，程序是蛮拧的。好，乖。今后即使要消费彭明先生，也请你们记住这次失误。侵扰烈士的英灵，罪莫大焉。反对活灾，反对一切反人类的罪行。好了，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生于后真相时代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这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其实路径很简单，不需要虚构。实实在在的供体的性命被活灾了，器官谁抢用了是吧，家属是否知情，如果家属知情了怎么善后，给了钱还是要升了职位，受体是谁，外国人，本土的权贵富豪，你哪怕揪出3-2个是吧，信教的白人在舆论压力之下呢自杀了，想必全世界都会引起震动，进而推动各个主要国家响应正义的呼声，对独裁体制进行制裁。这东西不仅仅能救助即将被活灾的国人，更有甚者直接可能导致独裁体制毁灭。因为全球化的步伐并不仅仅只限于中国，制造业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这个初级工业品的加工厂，自从内地实行了劳动法以后，向东欧、拉美、东南亚转移的过程已经开始将近10年了。替代国正在走向成熟，阻断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可能是确实存在。一旦中共对自由世界制裁，必将失去巨大的贸易顺差，缺乏外汇意味着无法进口的足够的粮食养活14亿人，
在这种情况下，谁在台上都白搭。饥饿比集结号更管事儿。变乱四起，退伍军人自然形成为流民中的骨干力量，墙头草般的书生那就更别说了，顺势裹挟呗。你找了个啥？哇，不用谈什么颜色革命，茉莉花，正常的洗牌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新中国。我们不奢望一步到位的实现民主，但无论如何，新潮总不会让我们下一代在幼儿园里不安全，身强力壮的时候担心失踪被火灾，是吧？你集中力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，哪怕再小，总比唱个肥落忽悠傻子强。闲来无事了，我也是顺着下推文往下看，发现教主是一个敏感词，轻轻一点汤不巧，在猴王的推特中出现的频率实在是不胜枚举。我注意了一下，从明运清道夫，什么唐不乔是中共的死敌，溢美之词无法计数。但凡有人哪怕仅仅弱弱的提出质疑，回复都是给本王滚，你们行骗如呼吸，不骗就会死。真的很搞笑，唐不乔真的那么好吗？值得你跟他捆绑起来同时成为笑料吗？我是不太明白的，毕竟我没去过美国，眼皮子浅，见识不广，是吧？我们也无法揣摩在美的这些民运大家之间的政治，更不熟悉他们的游戏规则。我只看到大家一致认同的一个信息，我们可以选择一段教主风华正茂的时代，比如1990年。1990年的7月，唐不乔在湖南省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3年，剥夺政治权利2年。那他先后被关押了好几个看守所，先是广东的江门看守所，然后是广东的省公安厅看守所，完了又转去长沙第一看守所、第二看守所，最后送到湖南省第六监狱服刑。1991年2月，唐不乔假释。1989年，学潮刚刚结束。1990年正是抓捕的高峰，抓住一个学运领袖只判了3年，居然7个月以后就被假释。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，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，假释一般都是在服刑超过刑期的一半之后才会被考虑的事情，即使拿钱砸，这个东西也有红线。3年了，7个月就被假释，是个人都能猜到教主跪了，而且有重大立功表现。猴王啊，听说你做个法制报的记者，跑司法口的，按理说这个套路你应该熟悉啊，这么大的毛利，啥东西能让你不惜身家为一个贵族站台？倘若你真是执迷不悟呢，那也没得说，我从未关注过你，也不想专程黑你个3-5个月，只是让你凑巧养了只猴子，是吧？啊，看到你的推号，经常也看见有人转你的推文，确实有点好奇。你也别置气，我就这么一说，闲的也是闲的嘛，想必你进的风浪也多，不至于为这点事儿闹心，对吧？明天是彭先生的忌日，大
大家各自上香，祭拜远去行之不远的英灵。既然你们头上都挂着彭先生的头像，希望你也好自为之。好了，我们也睡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睡觉了，乖。你要不想吃东西，我们就睡觉，好不好？来，乖。嗯，好，来，我忙这个，好不好？